We generation is drinking Coca-Cola, eating the hamburgers to grow up, you know. But my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they are born under the flag, the red flags under the Communist Party. They got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you know, but we generation are more, how to say, Western, and we are easy to accept the new ideas, or easy to get some strange, absurd. We are more, how to say, more open-minded, too easy to accept all everything from outside.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都是独生子女，然后有可能会娇生惯养，然后家里好，有的孩子家里条件好一点的话，有可能什么都不用担心，以后的工作都是父母找好的。然后有的像那种就是工薪阶层的家庭呢，他们的孩子就要面对以后的一个是工作的问题，然后一个是社会上为人处事的问题。你是喜欢存钱呢，还是喜欢用钱？很好回答，我喜欢。花钱，我从来不存，我从来不存钱。我感觉我现在没有挣钱嘛，所以我就感觉那个钱不是我的，可以随便花。等我以后挣了钱以后，我就可以存一些钱，为我自己存一些。其实相反哈，我其实出生在一个农村的家里面，那个时候家境是比较。家庭条件是比较贫穷的，然后当时是读书也不是太多，高中这样子，然后就去到外地工作，然后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然后才重新返回到重庆开始做创业这样子。小的时候我爸爸的教育是比较。中国的教育喜欢用怎么？我们中国都说用鞭子、黄金棍出好人哈，他可能喜欢用一些比较喜欢打我呀，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去教育我走得更好。可能我也觉得是不服输吧，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像他啊、认为我看到我的缺点的那样，我就觉得所以说一定要未来更好一些。啊，那是当然好学。那是买买着，只要有钱，随便穿啥子买着嘛，吃啥子买着。哦，穿啥子？那个时候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啊。因为当时买不到那些东西。啊，那既然是买不到噻。是计划经济啊。嗯。要吃点苦啊。不怕学，不怕喝，做什么事情老老实实搞一刀。那些才吃得苦的。现在吃不得苦了。哦，他吃不得苦。你觉得他们有那种奋斗精神没得？没有，他不干嘛。他不干啊。哦，他不干。你们那时候都干，一身。我们就要干。嗯。不怕苦，不怕苦，不怕累，老老实实搞到十二月份，一年子。啊，一不怕苦，二不怕累，老老实实搞到十二月份，看老。搞得好嘛，搞得撇，关于历史，其实我了解的也不多，但是我觉得影响我们现在最大的，也许都是因为近代史的邓小平。邓小平改革开放，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从他改革开放那几十年以来的话，中国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能小的时候太穷了吧。因为你不去改变，你不去闯一闯，你不去做，那就是永远就是当时的那种状况。我不太喜欢当时的那种状况，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看到，没有学到，没有做到，所以说可能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是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比我更年轻的人来说，他们现在也许还没体会到那份家庭的责任感，他们只会觉得工作想要都要。比我更年轻一代的话，现在基本上都是90后，他们想法又不一样，他们现在只要想到每天只要自己开心都好了，他们也许都会少了那么一份责任心。工作只要不开心，他们都可以换。
做人最重要都是开心，那都是比我更年轻，也许都是九零后他们现在的一个生活准则。以前的人可能会选择一个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或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先暂时的这样一种生活，然后可能会很多就因为这样放弃了自己在小时候的梦想或者是想做的事。而我们这一代的人，比如说因为可能家里的条件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说我们不会去考虑不会去考虑那个就是那个，我们不会去考虑他们是不是这件事是不是最后会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会成功，但是我们会一直不停的去做，然后一直不停的在里面投入自己的一个心血和精力。他的想法呀，他们的年轻人不爱节约，要有两个钱了就用。我的想法呀，我们那么大岁数了，你留两个生存还比较要的嘛，可是啊，你生存还比较不要，哪个拿钱嘛？对对对，你说至于拿钱，那至于经常都拿钱喽，可是啊，都是我们都是不一样噻。我们的子女外，你突然变成幸福姐要跟过来嘛？我们那边的别个不好意思的要采访我们，没法的。我们有人长帅了，都是没法的，晓得不？哎呀，好好。我说人长帅了，没法，咱们就带他去采访。我带着子女过来一个办公室。幸福街那边过来。你们吃一个人是从哪边过来嘛？我们在幸福街那边的。他在上哪子对不对？你们哪几个人嘛？啊，那个弟弟太强悍了，长帅了。不在不在，你们过来是让他穿好嘞，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幸福，现在父母找钱很累，而我们却是一个消费者，觉得自己很愧疚。而现在我却无能为力，就觉得很愧疚，就觉得自己以后的责任很大，也要报答父母。他们非常的小，然后听他们的想法都明显跟我们当初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每个人都要有自己崇拜的明星，我们那时候都是一些成龙啊，或者是一些港台明星，但是现在九零后非常的喜欢日韩方面的东西，日剧啊、韩剧啊，穿着也要日系打扮啊。然后他们也是都像当初我们小时候一样，喜欢唱歌，也喜欢跳舞，也喜欢蹦迪，然后他们最做人的准则都是开心就好。我是中国人，因为我始终都觉得种族各方面，即是无论你香港怎样是殖民地啊，怎样都好，就算回不回归都好，我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咯，因为始终都是黄皮肤和黑头发，还有其实我们都有很多中国人的生活習慣，無論定係傳統啊、思想方面，都是受到中國人影響的。咁當然你話會跟中國人係有少少不同，因為我哋香港始終都是受英國影響或者外國人影響比較多，咁所以會有分別咯。Yeah. So, what does she think of what you said? 咁你有啲咩諗法啊？我講咁樣樣。阿爸啊，阿女。我认同啊，责任感这一块有没有？我们这一代就说还是我们家里，特别是就原来的人都是对社会有责任，然后对家庭好像有些觉得不是很那个，因为好像是社会更重要哈，公而忘私嘛。您指的那个原来是哪些？我父母他们就是曾经他们都觉得家庭不重要。嗯。然后他们对子女来说都不是很就是很关照啊，什么关注就是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上。我们上一辈的人的想法都是很简单的上传，上一辈人都认为的说共产党是一切，然后上一辈人都认为的说中国呀都是那种说都是那种状态，没人会能够改变它。
上人来对上一代人来对很多问题呢看法都很保守，比较守旧，就说不愿意尝试新的东西，不愿意尝试新的挑战和新的事物。就是如果想他们想做的事情，首先得征得家里人的同意，然后如果是结婚的话也会征得家里人的同意，反正什么事情都是要先经过父母的同意才可以。而我们这一代我觉得其实很放松了已经。我们这一代比如说我想做什么事情，我不一定非要告诉我的父母，只要我想做就可以了，我想做就可以去做。我出生于1988年11月12日，然后怎么说，我们这个年代怎么说呢，就像很多人说的一样，当然他们老一辈当然都说我们像是垮掉的一代，但实际上呢在我个人看来，我们这一代其实是非常有希望的一代。我们会将会肯定会有区别，在他我记得我父母当时毕业的时候正好是中国文革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在这里经历过后，他们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当时来说对于中国来说是个非常怎么形容呢，惨淡颓唐，用这一系列的词语来表达。而我们现在经历的社会又不一样了，现在正是一个中国欣欣向荣经济正在高速发展的一个社会，所以说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更感到的是一种希望，更感到是一切都是会 everything will be better。 强国来说我们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现在我们中国很强大了，现在我们的高科技不管是那个火箭人造卫星那个原子弹等等高科技的东西我们都很不错的了，我们都那个跻身于世界前列了嘛。所以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他们跟我们老一辈的年轻人也是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中国要强大。其他的人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没有给我去规划我的未来，他们还是就说他们把这个权利交在我手，就交给我，就说你想去做什么然后你就去做什么，然后就说但是呢就说你要为你自己的未来，就说你要去考虑。以前的话自己会考虑，就说我以后要做什么，所以我学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可能就说现在的话跟以前不一样，会考虑很多东西，然后就说将来的生活应该怎么样，想去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应该去过怎么样的生活，可能就说现在跟以前的差别就是在这个上面。以前呢就会说我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份稳定的工资能够养活我自己那就够了，但是现在的话呢可能就会想我将来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我要去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可能会有人觉得就是说独生子女的话比较寂寞一些，因为没有因为怎么讲就是说没有兄弟姊妹跟他比如说一起玩啊聊天或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是差不多，因为这样子的就独生子女的话他需要朋友，他可以去更多的去到社会上去接触他的朋友，比如说他的同学，这些都是他的朋友，都能成为他的朋友。所以其实我对于我来讲的话，独生子女政策没有什么影响。我曾经问过我一个员工说你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他说一句快乐噻，我只要过得快乐过得开心，其他的那些都不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对工作你都说那种比如说认真态度啊和投入啊那些都是属于不是像我们那代人说至少是不管是在哪个单位的话至少都是很努力很认真的去争取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但他们那代人是觉得反正爱做不做想做做经济不好都心情不好不做，工作没得了没啥子的，大不了回家我有父母养我，而且我也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因为屋头都说因为父母都说家庭环境比较好，已经有几套房子自己了。Everybody want to be rich, they want to be expected, respected, and want to be how to say, to be more important to comparing with others. The people get more and more greedy, mean, selfish. You know, that's why I think.